你亲说的。哦，它没有线呐、不要吃。没有电脑插。不要吃。那、不可，他不是有一台？不能吃耶。那些健康有一台、不能吃耶。刚有一台小孩的、刚不是有一台小孩的？你刚刚在看的那一台。不能吃。哇。没有卡，没有卡，没有卡，没有卡。他把他的那个，还有你的卡片，那些差不多的电脑都可以用了。上厕所上很夸张啦。没有睡觉也是啊，每前几天每一个晚上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不要坐他旁边，不要自己去厕所开门。哦，这线的能量真哦。是啊，就是这样。两个线呢、啊？对啊，就两个线，不好弄啊。结果他就想到用这样子，这样子的头帮他剃一个洞，这种这种很也不错，这也不错了，这样也可以的。两个头发乱七八糟嘛。这个流血呢，现在笑的嘛。要找我了，这样子不行。好，你快看他看，丁丁，叫一下，不要。啊，小丁丁。好，来来。三楼，三楼。先把好，先把衣服拉好，先把衣服拉好。你先让他站着衣服拉好，他都撑上去了，不要脸那么大。阿公抱呀。哦。然后他看他喜欢看手机，他喜欢看手机啊，哦，用小点来看，小点大妹，要吃起吗？哎呦，口水流到肚子，不可以了，不可以了。没事，下来玩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去吃饭，差不多再过十分钟，可能要走一点路，就在我们四维路那边。养生的身体好。没有声音。小壮壮啊，你是哥哥呢。没有声音，是哥哥呢。哥哥怎么他都。林妹哥哥回来了。用瓢羹，你要吃多少？吃多少？做得好就入口即化。你要吃什么？我给你煎。你要吃哪一个？这鱼啊？你要用公筷。你小心哦，小心。牛肉要不要？你最爱牛肉。